怎么说？寻大帝，寻大帝，法西的把我给大堂顶，好吧，化身自己给自顶，我上盾了。一斧毒啊，大堂砍一，法西秒五，大堂破血破一，我们宝宝起来干四号，快点干四，干四号。我怎么感觉又是法西吧？那不会，这个队伍好像喜欢点我女儿村，还是喜欢点化身？你要是变红二卡，你点红二卡应该不会点你，点我倒是真，点我跟法西吧，感觉。释放给我，没完了。点点化身，你血量多不多啊？一万五。死了呀！还五个亿老师没出手，还有多少？也可以一次，一次，比我少了。哇操！五千，两千，还有三千，再扛一下抬走。叶老师摇两千八了都，蹦都立不起来。他这个队伍带那个什么的，你知道吧？带那个诅咒之殇的，你知道吧？安排三十九，还跟那个什么不一样。还带绿的，我操！绿的大堂砍二号吧，神魔灵秒五号吧，继续秒五号，我跟五号，你宝宝打三号。这叶罗莎必须得清了，这叶罗莎不清完毛啊！扛着吧，先扛先，先扛扛。下回合怎么了？下回合这个样了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宝宝全部要给我顶上顶回去啊，不然我就直接起来就死。这人化身的比我快，我操！一个不中，我操！我操！咬死三个，咬死没办法，金甲一下好不好？死不了吧？好像死不了，也差不多了。下把对面地府爪子抓死，刚好没有人给大堂顶血是吧？给法西顶的好像，法西的宝没顶血。哎，这真的是蛮厉害。爪子抓死了，这没办法。抓死了，先不拉吧，好吧，先不拉，先不拉。二瓜死亡吧，地府还给我放下吗？给我放下，放下一下，给对面慢慢放下一下，好吧。我顶着吧，我试点东西。宝宝尽量保持对位啊，对位啊，什么叫对位？看自己宝宝的位置，然后对位。没了，没了，真是没得追。哎，攻中他妈没用破血。还在绿。哎，你地府够不够留人局啊？给我来个留人局好吧。地府给我来个流云诀，不够，还在绿，我吐了，还真的是，还在绿。你地府、啊、直接给流云诀好吧，直接给吧，应该给的时候，你看自己的愤怒对面飞过来了，好吧，加几点愤怒的，差几点也没关系。给法仙，你只能给法仙。
够吗？够吗？削个刘云爵。我飞了，我操！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188912，这谁的号码？不知道。盘石的号咋了？为什么会保护啊？对面怎么死了两个？哎，这个样啦，人母林宝宝拉我，我弟弟大金，然后你还没起来啊？一会儿我给顶回上，我这回起，我这回起。你这会怎么起来啊？两货消双怎么起啊？两货消双你怎么起？你给我刘文爵留了好吧？给我刘文爵留的要快点，刘文爵刘文爵，把戏秒吧，继续秒。我继续给你打金啊。你法系必须得出好包了，好吧？法系出好包，地府的话拉龟速，好吧？拉龟速，我这场好像是能行就行。你们大堂出好包，化身出好包，快点，不管我啊！能出好包出好包，出不了宝宝算了。我没有对面的化身快的，知道吧？你们地府比我快，我操，行不出来。这地方是谁快？化身的比我快，我黑马效果消失了。没法打了呀。有归宿，有归宿。龟速拉化身，化身拉大唐，大唐出好包，好吧，只能这么拉啊，只能这么拉。再出个快点，大唐，你要超快点。他地府还喝了。别死！出来一个刺还是吃？吃不出来，不可能吃得出来。这怎么对面怎么可能让我吃？他三号宝宝还蛮太快了，我封他特技没有用，他那解开封印效果，那可乱。那下回我怎么办？直接挂心理，我死了呀！直接挂死亡，我死了。挂死亡，你我金金金掉呗，我金金金掉，孩子给
化身顶纳金好吧，两个孩子都给化身顶纳金吧，顶纳金顶纳金。我努力进行清掉，孩子法系法系我那里，你孩子给化身顶顶伤药好吧，我那里你秒，你法系秒，你法系秒。你化身吃了个伤药。浪费我个金钱啊！也不算浪费，我感觉我输宝了。银币得快。石头这都不死，石头拉宝宝的他妈的！这要不来拉须弥？我拉须弥整个秒杀，化身比我快，他先加血了。我拉须弥，龟叔宝拉化身嘛，你化身出宝宝快点，宝宝先出了。拉须弥，他化身加个血，我拉须弥秒的死到石头里嘛。这人家还有超千术顶个大金的，拉须弥。还好，这样我想到，早没中。超前是吧，超前给自己顶大金了，给自己顶大金了，给自己顶大金的活就活大堂活一手，法系继续秒，法系孩子强拉自己。你人我顶大金最好，你人没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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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封对面坨子了。他直接挂，他直接挂了化身换是吧，那我也没得救。对啊，我操，可以没中，而且你自己不超前术顶的吗？我超也没有很超，1600，1600啊，没了整，我也加不上去。法系不能死，啊，法系强拉的。化身一口血都没活上，我就没动过啊，吃灰盒就没动过。对你到现在一动都没动过，就出了个宝宝。封杀两个，但是这回合有个这回合我可以动，这样这回合我可以这样动，我拉我自己拉，然后起来活你一口就行了，然后下我的推走。你起来活就活我手活呗，给我顶个回伤，宝宝给我顶个大金一个回伤我就能站住了，我自己拉啊，你看怎么拉，你看怎么给我顶，我给你顶个，我给你顶个，顶个大金。顶回伤，对，你给我顶回伤，你给我顶回伤，大宝我顶大金。先孩子顶伤药，大汉的孩子顶伤药，顶大金的，大汉孩子顶大金，我顶伤药，快点。我只要一口血就能转住。好了，对面石头没解，我操了，我点他方了，打破血了，我操了。我们在法系，我们在法系秒了，对面确实受不了了都。这边的虚弥怎么办呢？他妈的！我全是配速嘛，我得人给他顶一个，我人给他顶一个，
我人给你顶一个，我拿怎么拉起来？你拿大坛活就活大坛，大坛站不住啊！大坛站得住，活就活大坛，大坛把阿豪包砍掉，快点！自己拉吧。当队了，当队了，当队。那你活地府吧，地府，那你活地府，你活地府吧，地府活了，快点！大坛把阿豪包砍了，一定把阿豪包砍了。啊，这波是不能加笛子。拉你啊！嗯，他妈的像行。他能拉起来？还行吧，大的把二把砍死就行了，砍不死化身就急了。地府毒的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！大唐继续自己拉好吧，化身宁愿怼一手啊，化身宁愿怼，地府毒好吧，毒了毒，把他二包继续砍掉。你直播别拉我了吧，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。嗯，你不对打击吗？嗯，真他妈的服了，这是。二号没砍死，我都你敢信？出不了手了，感觉。你刚才出装的速度超级快，你知道吧？真的超级快。你能扛得住这一下吗？加高米啊，没太快。你扛不扛得住这一下哟？操！伤害没那么高。我去，你小四还都不带个的。哎，哦，没睡到，没睡到。刚才打那场。国标是忘换了，还你不怕出口，劈着劈着，你签署得给自己卡大，还得给自己卡大，对面要弄你了，我去，你出不了手，我对面石头象形你的。你签署给自己卡大，好吧？我人防御，我人防御，我人防御。你人防御，大蓝把那宝宝砍了，赶紧把那宝宝先砍掉。法系自己拉，自己拉。两秒。法系防干啥的？消伤快到了呀！法系只要秒对面就是一片了，对面全是尸体。剩了两个五龙丹给化身。才一百点血，我操了！飞是肯定飞不动我，但是我顶不大金是谁？我多少血？顶上的没关系，是九百四。我不知道呀，还多少？还590，打不死你，打不死你！他一宝宝绿了啊，还好神了！我这拿命扛，我操猴哥，我他妈不太难了。他怎么拿命扛啊？死了，刮痧纯粹刮死了，真的是刮死了。哎，法系拉起来秒吧，他四号宝秒死就死不了了。拿命扛，收了吧，收了。收了。拿命扛，我操！主要是钱，输在钱化成的坑，我操！输在钱化成的坑。他们研究了新的套路，化身，他们只要省点化身，化身除非是两万血，不然你防的话，他用诅咒打你，对不对？你不防的话，他用诅咒之杖打你，他就是诅咒之杖。他之前是用破血的，快打，化身打不动。对他化成负，之前破血，他破血，我这刚才破170几，你知道吗？他破170几那种。他们现在换套路了。
他们就是干化身的，上来就干化身。雪多也不好，主要之上是大比例的。雪多当然主要之上主是。对，按比例打起了。按比例打起了。你雪少打你两千，雪多打你三千，是一样的。撤了吧，撤了撤了，也算是尽力了。我你妈头都要扛开了，我操！开场防化身防不住，他妈没法整了。拿命扛。